对面选黄忠，你就选吕布，理论上是这样的，好吧？吕布天克黄忠。欢迎来到王者荣耀。你可以帮我上上分吗？我不是来上分的，我是看看你们的玩的什么。来场有风度的对决吧。完了，又慢了。行行，这个加入不会玩，他还可以再点我两剑，他不点了，他怂了。哎，好，这样的话我们就肯定压线是稳胜他一筹的。他刚才那个位置，我就是你跟那个伽罗对点的时候，哦，他学的一技能，哦，他学的二技能，想起来，他应该学一技能，学二技能压不住人。保持风度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啥呀，啊，他？发起进攻！你抢打野是吗？玫瑰与火炮，等等我，马上到。不过时的老，发起进攻！先不急啊。我们要给他喂颗雷再跟他打。感觉这个二技能没中，你跟他对点有点小吃亏，是吧？中了就随便打了，感受到了没？这里埋颗雷，这可以推线恶心他了，来把兵线压进去就可以恶心他了。当心雷区，难受不？感觉位置还是没选好啊。选好的话，感觉他那个兵一个兵都吃不到的，过于谨慎。注意脚下，再试一次，换个位置下。我记得有个位置是可以覆盖到那个防御塔全部的。发起进攻！发起进攻！完了，架个位置把自己架死了。应该是我这个位置啊，我这个位置好像架了个大招，他那个就没有资格补兵了。你还坐下了？我在试啊，我在试哪个位置？我记得原来我被那个黄忠这样折磨过，他架了一个位置，然后那个完全在塔下就吃不了兵了，好吧？就吃一下就被泡一下，吃一下被泡一下，那塔下没有用的。开始撤退。等等我，马上到。发起进攻。还是这里吧。在市场，好像还要在右边一点点，是吧？在右边一点点就更香。等下再试一试。大招还未冷却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Killing spree.你应该闪现接一下。嗯，不错，暴击了，感觉好极了。眼妆上阵，
爱不输你是绅士的品格。啊，这样的话没人管我的话，我们就能把就马上有人管我。你这个大刀甩的也太离谱了吧你。我去中路吃下线了，我去吃双线。再去上路，他推一下这个人就死了。啊，他死了，直接站在 A 就死了。看有没有野怪啊，那这样的话这一波我们要去守中了，兄弟们。阴暗的角落需要炮火来照亮。你吕布打不过钢铁，那你中路给你，下路我打出去，打吧打出来。没事，后面我们开大全部都做完。眼装上阵，注意脚下。哎。我想拿个蓝，当心雷区。他们要推我们塔很难的，我们架大招别人进不来的。血液还在流动，不服，不停歇，不服。都是两炮劝退，这无尽了啊，有无尽了效果更好了。请求集合。发起进攻，技能已经好了，开大就死了，太离谱了。这黄忠出两个暴击伤害真的高。打吧，别怕。太猛了，铁子过来踩了一个盾，我就站着 A 他了，我就懒得走位了。我好吧，他把我这颗小雷一踩乱杀他。所以玩黄忠这个二技能很关键的，这个二技能要买好吧，这个会埋雷还是给别人心理压力贼大的。那种什么阿珂这样那的，看到你那颗雷真的不好切，那个雷打到人后捡护甲的，捡护甲给你加护盾，一下要被弄死。我真是没蓝，有蓝我一屁股坐下来都得死。玫瑰与火炮，永不过时的浪漫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你搞个蓝我不算了算了，猴子肯定不会让我。回家。结尾都打不了黄忠，是啊，比较好打的肯定是吕布啊，吕布、马可这种往脸上转真伤的，因为我们一屁股坐下来。你坐下来是加双抗的，加很多。你一屁股坐下来跟个战士一样的，你知道吧？就是什么蔡文姬加黄忠为什么厉害呢？那个蔡文姬不是开大招加双抗吗？然后我一屁股坐下来，双抗恨不得都到一千了，就没有那种特别会切的人根本就打不死的。好，先就先 A 着 A 着再说。这什么意思？人切到这里来了。讲话去
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夹角打着打着就上就走到我脸上来了。需要炮火来照亮。主宰暴君获得强化，炮车出击。哎，炮！哎，不！注意脚下！我不怕死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眼装上阵，我们打架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二技能放好啊，好吧？决定往那里推的时候，一定要脚下有二技能。斗志便永不停歇。脚下有二技能，是吧？再放一颗，放两颗雷在这里很无敌的。发起进攻。这什么站在一起给我轰？太离谱了吧这！站着给我打呀！先埋雷啊，埋好雷，别忘了。再埋一颗雷，直接一屁股坐起来轰就完了。他这还是强行把这个龙给秒了。保持风度，发起进攻。你看有厨师之弓，有的时候你都不用坐下来了，不用坐下来按厨师之弓输出别人也是很恶心的，对吧？开厨师之弓输出，那真的是一直拉扯一直点，开大刀轰了，好吧，很离谱的。你就 A 着，差不多别人跑了，然后直接做大完事了。玫瑰与火炮。因为你那个被动下面那个格数那个被动加暴击的很猛的，不管他了啊，飞了。直接在草上面覆盖了是吧，坐草上面是吧。司空震教学一下，你好装我好爱。公爷一江水。